哇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蛋糕，蛋糕。兴奋。Hello， 一到了那个切蛋糕的时候，那个小用户是最兴奋的。哎呦，来，我们看一下了不？他那个头都趴起来，他那个头。放冰箱去了。躲在这里干什么呢？你老躲在这里干什么呢？我来拿走。他的眼里只有蛋糕了。哥哥嘞？不要拿手来动。哥哥嘞？不要拿手动，不要拿手动。哥哥，你不叫哥哥啊？大伯。那讲。吃蛋糕了不？嗯，对。那你不叫，你不叫他一起。叫你哥哥下来。快点下来。妹妹，不要拿手，是你妈妈生日，也是你妈妈生日，你戴了帽子。妈妈生日也是你生日哦。哇，鱼哥也来了。我要吃这个。不要动手，没。谁来啊？你还记得过生日的时候要等别人点好蜡烛，知不知道？要跟人家说生日快乐，不可以动手，知不知道？许个愿好不好？赶紧许个愿，我们一起吹蜡烛好不好？等一下先，一、二、三，开！有一会有过年去吹呀、啊！哇，由于你这个动作好麻溜，不要急啊，大家都不能急，都不能急啊！那个口水已经流到这下面来了，这个口水流得不行了。今天是哎呀、哦，等一下，我想吃冰淇淋了。那个口水已经流得不行了。我也要吃冰淇淋。拿去。哦，你要果果。不要拿手手啊，听话，嗯，乖，把手手放在这里。哇。把手放在这里，不能拿了，嗯。哇，好好吃哦。妈妈，到底在吃什么呢？你哈哈哈哈！快乐，快乐！小妈妈一口，你吃一口。快乐，小妈妈一口。快乐，嗯，来，小妈妈一口好不好？啊，一口。妈，拿来给你。酸的，他爱吃酸的。这个家伙吃东西好急呀、啊，跟接他娘一样。哎呦，不知道谁家。这个跟你妈妈好像了哈，慢一点。哦哟，一口一大个，你那个嘴巴都嘟满了，想爸爸一口，那个嘴巴。